今儿这是咋着？你碰上左腿，七头，快点走，醒醒啊！你就能看到你自己的视频了。你看视频别连着点赞啊，说连着点赞对账号不好。停一段时间。你这个岁数一个月多，我给你整完一个多月。像这种，要么就定期这么一直修，要么就赶紧做矫正。那你咱这么说啊，你说你换句话说，你就你岁数大了，七老八十了，血压高、血糖高、心脏不好的，你就咋给你修？修不好一紧张一疼一嘎过去了。你像岁数大，你不让去洗澡是一样的，就不光了。你这样，你大老那天不遭罪吗？而且像你这种遗传性的，将来孩子都是个事儿。你家有孩子吗？嗯，你将来小心点。